现在发现的这个战国简呢，主要是那个楚简，其他国家没有，没有发现。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那个地理的这种环境造成的。因为这个南方呢，因为它那个水位呢比较高，墓葬里边的东西呢，就是都是泡在水里边，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被氧化，就没有腐烂掉，所以呢就比较完整的就是保存下来。